坡还挺多。 要爬坡了。 像个野路，没有名字，没有牌子，理论上应该能够绕出去，但是不知道，试一试。 很少有人走啊，出来了吧？啊，出来了。嗯。哎，车，自行车。 嗯，这里好冷，这是凉凉的。 一会儿回来再爬坡。
Stai.可能回到那个三地肉。哎，到了。我看到车路。哦，不是，那是公路。哎，啊，大队。那条track我骑过，嗯，没有，有的地段感觉像在悬崖边上，感觉很挺害怕的。妈呀！这是他们骑四级五级。哇，好陡啊！这临时决定试一试这条车。哇，没有，这个比那个难多了，这个骑车的太恐怖了。哎，跑步还好，我的妈，搞得这么高。Backing, I do the maintenance. 遇到工人修路，在做 maintenance, 过不去了，不好意思过了，原路回去了。八月份有一个山地车的比赛。要使用这条 track, 所以他们在维护，在升级。好像原来是五级，现在打算给它降到四级。
个土太松了。好啊，这边没问题。Oh my god！没事没事没事，那土就是太松，应该没问题。刚才差一点上到山顶，遇到两个工人修路，没好意思通过，下次了。这是林场的，算是林场私人的公路。不允许自行车走，人应该是没问题。这个人应该是违规了，应该不让走自行车的。我包上那哨一跑一响，那小哨老响。大家喽。